我是组合里头的舞蹈担当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明浩，今年12岁，在队里面担任的是主唱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俊一，今年13岁，是 YHBOYS 队长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冠毅，今年12岁，是队里面的主唱。大家好，我叫孙佳凯，今年10岁了，我是队里的可爱担当。大家好，我叫郭定甲，今年13岁，来自后面航班，我是队里的技巧担当。好，谢谢。你们可以举起上次。